哎，老婆，既然你吃大份的，我就吃小份就行。不对，拿我当猪啊？吃这么多、啊，这里有惊喜啊！有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有没有？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啊，真香！哎，你确定不吃大份的、啊？哎呀，鸡蛋。哎呀，这家。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。我的个！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啊，真香呀！这火鸡面也太好吃了吧！哎呀，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哎，好吃。好吃也不是大份儿啊，这一份才1块多。我就愿意吃小味儿的。你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屯这个火鸡面啊，特别适合手头紧的打工族学生党啊。9.9块到手这么7包，这一包才合1块多钱，这超级划算啊！而且啊，它这个面条啊，筋道爽滑，特别 Q 弹啊，上面裹满了酱汁哦，特别好吃哈。浓浓的火鸡酱，特别辣，特别爽。平时不知道吃啥的，你就来一包这个，嘎嘎的啊！东西给你放下条吃了，喜欢的整一来尝一尝。哇，呀，吃饱了啊？不会吃啊？哎呀，吃呗。哎呀，给你好东西不吃。是。大猪蹄，过来，小猫。来来来，儿子，吃大份的。儿媳妇，你就吃小份的吧。可拉倒吧，那我要猪哪有吃那么多啊？儿子，这里有惊喜呀、啊！惊喜啊！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么没意思，帮你还不信，真是没救了。真香！哎，你确定不吃这份啊？你是不是就放一包这香菜呀、啊？这得放2包才好吃啊！有人。香菜面多放香菜才好吃。这才爽！哎，鸡蛋，我就说你爷俩没安好心嘛。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咋回事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咋的呀？没鸡蛋就不吃了？啊，我等你吃完，我说我吃肉。吃肉呢？我看你像肉。鸡蛋都被我吃完了，还想忽悠我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你说这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啊？这家香菜配上这个辣牛肉面，哎呦，太爽了！好吃吧？家人们啊，就是这个新出的白象家的这个香菜面啊，超上香香菜面啊，真的超级好吃，真的不愧是国货之光。它这个香菜味超级的浓郁啊，而且他怕咱们不够吃啊，给咱们特意准备了2包这个香菜包啊。它这个面啊真的是 Q 弹爽滑的啊，而且这个汤底啊就是那种辣牛肉汤底啊，就特别的好喝啊。关键是价格特别的划算啊，你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啊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。哇，哎呀，爽，吃饱啦？饱了。哎呀，吃饱了，我可要吃了。哎呦，看看老爸准备的，哇，大鸡腿，鸡腿给我一个。来，老爸，今天你吃大份的，我吃小份的。不对，拿我当猪啊？吃那么多，就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，特意准备惊喜。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有没有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！你确定不是大份的了？呀，鸡蛋！我就说你在坑我。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。又一个！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啊，真香！咋样？这泡面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你不吃大份的？这一碗还合才2块多。哎呀，我就愿吃小份儿。家人们，我们这次囤的方便面啊，真超级划算啊！
这么一大箱红烧牛肉面啊，整整六桶，才12.9块，合着一桶下来啊，才2块多一点点啊。然后啊，它这个面条啊，也是筋道爽滑的，汤底啊也是纯牛肉汤底的，牛肉要特别浓郁啊。你像咱平时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你就囤点这个，是不是？工作吃或者是在宿舍吃都非常不错啊，既划算还好吃，东西也给你放在下面吃了啊，喜欢的推荐尝一尝，老香了。哇呀，吃饱了啊？吃饱可吃了？哎呀，吃呗。哎呀，给你你不吃，你自己吃。猪蹄儿？哎呀，咱猪蹄儿呢？哎呀，先把老婆的筷子藏起来。我换吧。你自己放筷子，谁知道啊？要用我呀？你明明拿了呀。好啊，你又吃独食，你等着，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真香！这火鸡面也太好吃了吧！本来想着这排骨留给你吃的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呀，这你把鸡蛋和面都吃了，我是啥呀？你这不香蕉吗？你吃香蕉呗。等着一会有你哭的时候。啊，真香啊！这火鸡面吃的可真过瘾，真是太好吃了。来一口，想得美！啊，真香啊！咋样？这火鸡面好吃吗？好吃。家人们啊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火鸡面啊，真的太适合学生党了。看看，9.9块啊，到了这么整整7大包啊。它这个面啊，就是那种辣中带着一丝丝的甜啊，真的特别的好吃。面条也是那种 Q 弹爽滑的啊，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辣辣的，贼好吃啊。你像你早上来不及吃早饭，或者说你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，你就拌上这么一袋，真的是刚刚好啊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。这还排骨呢，给我，老头子吃大份，哇，姑娘你就吃小份吧。不对，把我当猪啊，吃这么多。老头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有惊喜？这回有没有？榜你还不信，真是没救了。老爸，你确定不吃这份了？哎呀，鸡蛋，我就说你得喷我。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。哎，又一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小碗里怎么有这么多鸡蛋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，一会有老爸后悔的时候。咋的呀，没鸡蛋你就不吃了啊？我等你吃完，我好吃肉。啊，真香啊。咋样老爸，这红烧牛肉面好吃吧？哎，好吃。家人们啊，就这个红烧牛肉面我们家已经吃很久了，而且呀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啊。你看看这么大一桶，你在线下超市买这一桶不得4-5块钱啊。今天你们再看看我的这个啊，到手这么整整一箱6大桶啊，才12.9块啊，和这一桶划下来呀、啊、才2块多。而且它这个面条啊真的是劲道爽滑的啊，牛肉汤底啊这个牛肉味也是特别的浓郁啊。你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，或者说你晚上饿了不愿意做晚饭的时候啊，你就来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啊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呀，老爸吃饱了吧？哎呀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我可要吃了啊。哟，哎呀，咱鸡腿呢？我也吃。